我们之前讲日本啊，讲了很多，日本打完仗之后呢，迅速的整个国民还有知识分子，原来都最热情的态度去拥抱军国主义，一转成就是全面要讲民主讲和平，这个转变非常之快，让占领他们的美国当局很震惊，让全世界都很震惊，只有日本人自己不震惊，这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啊，你就可以从这里了解到，日本其实从来都是这样，就是他原来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有一些传统呗，但是一旦要放弃起来迎接新的东西，他速度比谁都快。你比如说明治维新，我们今天老拿他们明治维新跟我们清末的自强运动相比，明治维新一搞起来，整个国家就迅速西化，像当年明治时代创立的很多的日本的老字号商店，你卖肉的也好，你卖瓶瓶罐罐的东西也好，都喜欢叫自己什么开化堂啊、维新堂，这表明那些人卖的东西全是新产物。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点，比如说牛肉，今天都说日本和牛很牛，对吧？日本和牛这么厉害啊，世界知名，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明治维新以前，一般日本老百姓是不吃肉的，就包括不吃牛肉，他们原来吃的肉就是鱼，顶多有点鸡，而所有的牛肉、猪肉、羊肉这些东西呢，他们都叫做瘦肉。这种瘦，野兽的瘦肉，它是什么呢？它是只有一个人病了的时候才吃，平常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一个人吃这些东西很下流、很野蛮。但是到了明治维新了，那么天皇说，好，以后大家开始尽量的吃肉吧，好好的吃吧。为什么呢？洋人都吃肉，洋人吃肉，你看吃的他们多壮多实啊，多能拼啊，我们日本人以后也得这么干。就从那时候开始呢，日本就开始拼命研究这个牛肉怎么吃、怎么养，养出了和牛。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日本能够那么快地接受新事物，去拥抱他们？这是个谜题。这个谜题反过来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又给人觉得他们好像很传统、很保守？哎，我们今天又说日本人好像传统文化保持得特别好，比我们中国还好。而他们呢，总是在有些新东西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状况，一下子就会回到一些老东西上头。你比如说日本在转向成军国主义之前，有许多知识分子本来呢可能是相信民主、相信自由或者相信马克思主义，一旦到了战争快要爆发，马上又想起来，哎呦，我们日本从来就有天皇，天皇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一下就回到过去。这种状态，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日本的思想》的作者丸山真男说，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遇到很惊恐、很忽然的状态的时候，忽然之间把过去的方言、久已不用的方言一下从嘴巴里面吐露出来一样。怎么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要探讨的其中一个主题。丸山真男，他是日本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大牌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也是我们整个亚洲最重要的、有国际地位的一个思想家。他呢，在20世纪初出生，那么在二战期间呢，他还非常难得的、少见的坚持了自己思想的品格，不服从军国主义。但是那时候呢，所有到这时候的年纪的男子呢，都要应征去当兵，那么所以他也被征召去当兵。但是他去当兵当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么就战争就已经结束，好在如此。战后呢，他迅速地投入日本思想界的复苏，开始在想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回事，我们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就从这里面又看到日本当年，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别的集数里面曾经说过，日本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转向，怎么会从一个原来各有自己的想法、各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忽然之间全面拥抱军国主义。但是到了战后，丸山真男又目睹了大家忽然之间又回到过去那个样子，好像几十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日本是一个没有思想传统结构的一个国家。听起来很难解，对不对？事实上这本书啊，它虽然原来是一个演讲的一个记录，就一篇非常非常短小的论文，我们别看这本书这么薄，其实它的正文比这还要薄得多，
但是这篇正文在日本是很多大学入学试里面考题也会列出来的文章之一，很受大家的看重，当年一度畅销，但它其实特别难读，大概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开始到现在最难懂的一本小书之一。那么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叫做日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构成或者结构，用我们中国当例子来对比吧。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有我们儒家传统，这个儒家传统它会不断的演变，对不对？你从先秦孔孟荀子，到了汉朝董仲舒出来，那么再到了后来呢，我们看到唐朝的时候中古的时候有一番面目，到了宋朝有理学，然后到了明朝中后期呢开始出来心学，到了清朝的时候又回到汉学，这整个过程呢，整件事情呢是不断有一个自己坚持的传统，而这传统里面你可以认得出来它是起得到一个坐标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这叫传统，新出来一个东西叫反传统。那么这个反传统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一定跟传统不一样，而传统也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国家的思想叫做是有定向的，有传统结构的。但反观日本，他说日本的传统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没有。怎么会没有呢？那日本不是也有儒学佛学的影响吗？是的，但那都是外来思想，而且就算他们是构成了传统，他也没有像我们中国儒家起到的这种传统作用。所以所有新来的东西很容易进来，一下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像中国，有任何外来的新思想一来，我们首先都会有些挣扎，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得要有一段冲突时间、消化时间。但是日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读这一段看看。明治以后，在对知识贪婪的好奇心和头脑置换转移的迅速性，这的确可算世界第一流，这正是日本飞速要进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传统，在现代的知识阶层里，就其思想而言，似乎对未知事物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最初表现出来的是好奇心，但马上就会说，哦，不外是那个吧。过敏症与感觉迟钝症如此违背逻辑的结合在一起，比如在西欧或美国等的知识界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民族主义的基础这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题目依然被反复质疑，从正面进行探讨。可在日本呢，战后仅过数年就轻率敷衍地说民族主义已经都弄明白了，上述两种状况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实在令人惊叹。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样，由于日本没有一个很自觉的、很成体系的思想传统，因此他们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很容易不抵抗，而这个新东西来呢，它也是很随便的，一套一套当零件一样的过来。那么他们自己过去的东西呢，也是零件一般的一套一套搬出来回忆起来，那么彼此之间完全是可以在一个空间上都并存的，而没有一个时间轴上面的一个先后的一个计较。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在明治维新一开始，他就忽然之间欧洲发展了几百年的各套思想传统他全部输入起来没有一点困难，没有一点难度，而且每一种思想传统、每一种流派、每一套学说都有专家去研究。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套东西他们都觉得是不分高下的，他们怎么分高下呢？你比如说他们接受了进化论之后，就用一套进化论标准来评价各种的思想传统，说的是输入的思想传统哪套牛哪套刺。举个例子，一开始呢，很多人会鼓吹我们日本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过去从来不讲人权，讲人权呢，那该怎么讲，我们学学西方吧，启蒙运动时代以来就有很多的人权思想，这些人权思想该怎么引进才好呢？我们要鼓吹这个。但是很快又有人说，哎，不对，讲人权这个东西啊，人家在欧洲都落伍了，人家现在全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才是更高的，它不是从一个理论内部来讲人权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好或不好，
它完全是看时间上这个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比如说最新出来这套东西为什么一定好呢？不是从逻辑上来判断它好不好，也不是从它适不适合日本的角度来讲，而是完全说它更新，更新就一定更好。那么又由于日本的思想界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于是很容易就会得到一个政治上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原来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就在日本说脱亚入欧，亚洲不行，亚洲就是被人欺负的，是停滞的，欧洲先进，我们要学欧洲，我们脱离亚洲，明明这个岛国哪都去不了，但是我们整个国家就要做一个亚洲之中的欧洲，加入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那么再后来呢，他们就慢慢发现，哦，原来西方呢，它不只是说欧洲更先进，它先进完之后，它还必然要走下一步，就得出去殖民。所以我们日本现在行了吧，我们也得出去殖民一下，不殖民就不好了。那你再问到他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判断必然要做这一步吗？殖民帝国是件好事吗？他不管这个，他管的是什么？他管的是这是一个更高级的、更新的、更先进的，就像生物会进化一样，思想学说也一样会进化。那么再说回来啊，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潜藏着一种意识，那个意识是什么？不止新的一定比旧的好，而且新的他会觉得更实际。这就说到日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面向，就是要实际，要现实。说到这，丸山真男特别举出了一个例子。我们要知道这本是一个很小的小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洞见，他谈到了很多思想史上的东西，但每次谈都是一点一点，因为篇幅不大，但每一点其实都是引发很多东西。例如他讲到日本在江户年代，也就是德川幕府时期的中期，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本居宣长。本居宣长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批判儒家。我们知道江户就德川家康他建立起来这个幕府啊，是遵从儒家治国，但是本居宣长就批判儒家。他怎么批判儒家？他不是从理论内部来批判，他说儒家问题在哪？儒家讲什么皇帝要有天命啊什么，这都是骗人的，无非就是为了一个政权，他新上台打倒了旧王朝，他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欺骗老百姓，就拿天命来说事儿。那么这种观点呢，丸山真男认为有点像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喜欢把所有的学说都追溯到他意识形态源头，但是在日本这里他们有这种想法则是因为现实，就说儒家这套东西好用，那么中国就拿来用。那么在日本呢，他主张是什么？我们也得看看儒家思想对于治国有没有好处，有好处我们就用，没好处那就用佛教吧，佛教不好用吗？那换套别的也行啊。所以他总是谈的是怎么顺应现实，这就是日本思想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追求的意识形态跟思想是看它符不符应现实需要，越是现实需要的那就一定是最好的，越是符合现在老百姓感觉的政治需要的那就一定是最适用的。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想想看，这个国家它的思想没有一个顽强的传统，自觉的传统，新的东西老的东西都能够混用，所以新的容易接受，老的东西也容易复苏。那用什么来决定要不要用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东西流不流行？那就是看它符不符合现在需要。军国主义曾经符合需要，那就走军国主义。美国人打垮了我们了，那是因为美国讲民主，那么现在他会给我们讲民主，那我们就赶紧民主吧，这符合现在需要，没有任何伤感情的地方。这就是日本的思想。
看理想志频道上线至今呢，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各位觉得还行的话，何不干脆订阅我们这个志频道呢？成为看理想志频道的订户之后，你不只会比别人更快的看到我们三档节目上线的情况，抢先一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会比别人更快更齐全的了解到我们的节目的制作，它的幕后种种以及各种各样的花絮。有时候呢，我们三个人，陈丹青、马世芳还有我梁文道，我们还会针对最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世界局势的事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说法，也都会专门给我们志频道的订户观看。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更亲密地跟我们互动，不只是线上的互动，而且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些线下活动里面，我们看理想志频道的订户会优先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那么大家互相认识、互相聊天、互相了解。如果你们对于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书、音乐、画册，甚至是一些主持人他身上用的东西、穿的东西感兴趣的话，说不定也能够透过我们看理想志频道找到一个很方便、很合理的一个订购方式。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干脆今天开始订阅看理想志频道，登录优酷土豆，直接搜索看理想，接下来你可以点击播放窗下方的订阅按钮，又或者呢，直接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这样子都可以订阅看理想志频道。订阅看理想志频道，关注1001夜，我是梁文道。关注局部，我是陈丹青。关注听说，我是马世芳。史册尘封记忆，旧事江河远去，谁能问后事多说几句，云游到此一叙。